一个团迟早一个样。我们基本上都在训练，都没有时间了，只有时间打台球，只有时间打台球。没有时间，因为工作比较重要。工作人员然后去考那个奖，结果他们发现我做比阿姨好。确定他没有拿错？确定他没有拿错？练帅有行为目标，对不对？差不多吧。壮丁，你这炒饭啊，真硬，太硬了，太硬了，太硬太。你以为的队长，谁在想黑帮队长是怎么样？当时有很好的人，我不想推翻他。但你们是一个很好的队长，我们不舍得把他推翻。队长人最 nice。实际上，平时都是跟楠楠一起合作，今天跟尹正哥哥合作，你觉得他怎么样？我觉得换个位置吧，换个位置吧，可以。啊！下回，哎，小强，走，走。慢点，别把猪弄伤了。猪没事吧？猪没事吧？猪不舒服。哎，给我！开始过程中有没有什么趣事发生？那你们笑啥？跟自己熟的人，你要演出一种我们很酷的那种感觉，就有点容易 NG。那其他人有 NG 吗？没有。那你就不懂啥叫 NG， 没有这个东西。凑不过吧？没啊。男团大型不和现场。男团里面，我最适合当优质男团。幸好我没有妹妹。不行，好多跳上去。哎，有点你站着，你看你头能到这里。谁最需要补脑的？我的 bro 根本就是天才，他根本不需要补脑，因为根本就没有。我很想你，那你想我吗？才过了这么几天，那我没有你，我就感觉我的菜没有人吃，我的菜没有人吃。你们也别光吃这个，尝尝饼呀。我们玩游戏嘛，输了的人吃嘛。怎么了？那他的菜是惩罚吗？我知道我脑这么好。你是活了18年才发现你自己脑子不好？不是，这边是的路，大刀会开枪。基本上会一些，就是大概就是我国小3年级。